等14人临时提案，自因现行土地征收条例第三条规定，征收私有土地之范围应以所兴办事业所必须者为限。行政程序法第七条规定，行政行为应遵守比例原则，然现阶段政府部门所办理之征收案，再违反上开原则，嫌已造成民众财产权之重大侵害，政府部门不得不查，敬请行政各行政机关于近日检讨全国所有重大土地征收案之瑕疵太样，并尽速提出个案及通盘检讨，以紧速弥补受害民众之权益，是否有当？请公决。本院委员黄伟哲等14人提案。